嘿，早啊！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よし。碎片日记嘛，就碎片记录我的生活。Go。班主的一天，因为我们公司是比较新创一点，所以上班时间是没有什么规定，所以今天我有点晚了，因为要带那个小孩子去那个保育院，所以我就绕过来公园这边拍个 V 一下。所以今天的工作其实还蛮简单的啦，早上有会议，然后下午有一个影片的取材，是有关黄金拉面吧，所以 OK 啦，今天的行程还 OK。It's Mark.大概会花个两三个小时吧。大概是两个小时的时间。这是我们取材地点是神田，神田要去吃一间非常有名的拉面，对，所以是因为是动画取材，所以是我是主角 ，OK。好，我们取材的店家是，其实是这一间，它是有新的活动。黄金拉面，对，所以现在已经结束了，我们在附近逛逛。取材已经快结束了，我们剩两个地点要去，就一个是靠近东京铁塔的地方，然后公园吧。OK，Let's go。Vlog 是有关我一天上班的行程，基本上公司上班都还蛮自由的啦，所以目前来说我还蛮喜欢这个工作的，自由度，然后是新创公司，所以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可以按个订阅，加个赞，在底下留言让我知道，然后我们下次见吧，拜。